原來而家觀塘工廠區都有好多好嘢玩㗎啦！今日就嚟到呢度蝦佬樂園，聽講裡面有個佔地3000尺嘅釣蝦場，快啲入嚟睇下！哇！入到嚟，職員仲會俾齊你所有釣蝦所需嘅工具你，而且仲會教你點樣勾蝦脷，你仲可以請教佢釣蝦嘅秘訣添。好輕易就釣到蝦啦，而且仲唔驚冇蝦，因為佢哋每隔一個鐘就會擺好多蝦入個池度啦。如果你釣到隻蝦係有彩帶嘅咧，咁就恭喜你啦，因為你中咗獎啦！如果真的釣不到都不要緊，因為如果你零收穫的話，這裡就會給你10隻蝦，職員還會幫你燒賣，謝謝。好好味啊！呢度仲有好多其他地方可以俾你坐下玩下，啱曬一家大細啊！你仲唔快啲上嚟試一下？